最后的总结。所以你看看，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利益众生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看到家人受伤了，是不是要赶快把它救回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叫做家人卦、道义卦啊。所以呢，利益众生要做什么？哎，赶快把他们救回来。所以是啊，是那些兄弟啊。所以真正要发出来，要有这个观念，叫做要视路人为家人，视家人为路人。所以呢，我们读经班有一句话：爱自己的家人是人，爱别人的家人是仙。啊、哦，他说爱自己的小孩是人呐、啊，爱别人的小孩是仙的啊、哦，所以意思是一样的啊、哦。所以把天下人视为至亲，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利益众生。啊、哦，所以《礼记大通篇》不是跟我们讲嘛，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光寡争独未积者，皆有所量。就这样，这个就是大同世界的一个理想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啊，从啊外卦到体卦，它一个六个阶段哈、啊，它为半义半道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半道一定要有坎卦的智慧。所以你看，每个卦都有坎卦。外卦跟多卦两个合起来是不是四象的坎卦？看得出来吗？啊，所以这里就两个卦合起来的坎卦，这里一个四象的坎卦，身卦呢也这里呢是一个啊四象的坎卦，这里你看这里也坎卦，这里也坎卦，景卦也是一样，这里也有坎卦，外面也有坎卦，所以半道就是要有什么样功德水，还有智慧水，哎，所以要找到这啊六个爻啊六个卦的水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外卦呢，哎，你看这个卦加什么卡就变成不同的字，有没有？三点水就是崛起的崛嘛，啊、哦，然后它有排斥的作用，也有决心的决，啊，加一个心字旁哎，化，怎么样？加一个言字旁哎，哎，火绝的绝，怎么样？哎，所以呢，它代表了啊决心的决，代表快，代表火绝的绝，啊、哦，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所在。啊，所以代表快快速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口诀。好，决心它加了三点水，所以呢，叫我们做事情啊，要有相当大的啊魄力，不要扭扭捏捏的，不要三心两意，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有作为之人啊。所以我们做事情啊，哎，台语哎，日语啊，说阿萨利哎。要修就把它修得非常圆满，要办嘛就把它办得非常的宏大，哎，所以这个就是相当大的决心。包括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相当好的决心把它解除掉。为什么？因为这是五阳结义阴嘛。因为你看看它是不是剩下一个啊，剩下一个阳爻而已，它就可以恢复我本来的真面目了，恢复我纯阳之体呀、啊。它只有一点点的小措施而已，小过失啊，赶快把它解决掉，所以叫做五阳结义阴，哎，所以呢，这个叫做怪卦，所以在这里五阳结义阴，所以要怎么样？要快，哎，不能太慢了。所以孔子跟我们讲啊，君子不重则不威，随则不固，子忠信，无有不逾己者，过则不惮改啊。他告诫了我们啊，所以一个正人君子哈、哦，怎样？要非常的自重，自重自爱，重就是自重自爱啊、哦，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行止啊就没办法有那种什么威仪出来啊，啊、哦，所以你看看我们点的是他们在带领我们，都是他的一个什么，哎，他的一个德性来感召我们，啊、哦，不是一个人的口才很好，能力很好，哎，各方面都不是，是一个什么德的一个感召。然后呢，随则不固啊。如果呢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东西啊，也就没办法有一个什么方向感了，而且呢没办法踏实啊来实啊实地的啊来巩固。最重要的是做什么主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守忠跟信，哎，对上要忠啊，所以对先要慈，哎，对我们先生要守忠贞，对我们太太要守忠心，所以呢最低。基本一个正人君子就是要守忠，而且对朋友要守信。如果呢啊一个人不守信的话，可能朋友都不见了啊。所以信为功德母嘛，啊，所以这个信很重要。无有不如己者，
过则误蛋白啊，哦、啊，所以他跟我们讲啊，所以不要滥交一些啊，怎样不良分子、酒肉朋友，这个都不是啊好啊，不是怎样正人君子要做的啊，而且自己放过了则误蛋白，这个蛋白的蛋呢代表什么？怕困难的意思啊，哎，就是我们犯错了，你要我们要怎样？哎，坦坦然然的，啊，赶快忙改掉，所以不要怎样拖拖拉拉的。所以像后水以前还没修道，后水也是怎么样？有抽烟呢，哎，看得出来嘛，也有喝酒呢，哎，因为哈、哦，在当兵的时候啊，他们都说一个男人啊，不会抽烟啊，不像男人，哎，不那么喜欢啊，不像男人，哦，所以后水随时抽烟，随时喝酒，就这样子的。哎，啊，有一次哈、哦，想要改呀、啊，想要戒烟呐、啊，哎，啊，有改，真的是有改，哎，他、啊、怎么改？哎，那时候有什么长寿的嘛，有总统牌的嘛，有没有啊、哦？结果长寿不抽，改为总统牌的，呵呵，结果真的是改了，是改的嘛，改个陪伴一直再继续抽，哎，啊，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二十几年前后水真正起火那时候啊，哎。就那一天开始吵到现在二十几年都没有怎样混过酒跟烟的、啊，哎，阿、啊、后水莫名其妙为什么有这么功力啊？因为那时候要清火的时候还担心都糟糕，后水还会喝啊喝酒呢，还会抽烟呢，啊怎么办？哎，啊据说清火要啊守五戒呢，哎，啊所以烧到一万酒烟这个都不能碰呢，啊那怎么办？哎，啊所以也莫名其妙，啊就是糊里糊涂的跟人家清火了。他、啊、清火之后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都不能做的，啊，也就这样戒掉了，很奇怪哈、哦。所以人要有阅历，哎，上天自然会助你。啊，不然之前嘛、哦，要怎么改改不起来哦，真的哦。哎，这种牌子改掉，换那种牌子都是这样。哎，啊，所以他说我们有过失的时候要怎样护蛋白，不要等待了，要快，要有决心。就好像我们在山里被那个毒蛇咬到一小口啊，是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赶快把它砍掉，刹那间你就有那种聪明睿智哦，牺牲你一个小指头，不然毒素攻到心的话，这个人死掉。所以好像犯错的时候、犯过的时候，就要赶快这样的一个抉择哦。所以这个叫做快，哎，好，也代表口诀。所以你看，青阳起有口诀，红阳起也有，我们白阳起也有哦。所以这个大家都清楚，所以我们就不用讲了。啊、哦，还有布施。哎，乖乖讲布施啊、哦，所以你看看，施比受更有福嘛。所以我们说布三施啊，财施、法施、无畏施啊、哦。所以我们都说布施到底有没有功德？我们不要说宗教家来讲，宗教家来讲不算。我们以科学家还是说专门在研究这一些啊夜夜鬼魂的人啊、哦、来讲，会比较得当一点、哦、啊。所以或者也特别安排他们呢来为各位解说一下。啊、以他们的观点来看看他们的说法、啊、在修炼现象人做好事的时候你就会积德、啊、就会产生德这种因素，那么人做坏事的时候呢会产生业力、啊、那么德跟业力这种他们都是物质，他们是存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实实在在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会跟着你的元神、啊、它是不会消失的，那么当人死掉的时候我们这个肉身死了，但是你的元神会带着所有这一生跟以前前生或者是世世代代所积累下来的这个德跟业力继续投胎转世，而且呢这个当你要投胎转世之前呢你的对这一世就是说前一世的所有的记忆他都把它好像锁在一个地方，嗯哼，除非你有特别的功能然后打开，或者呢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方说利用催眠术啊，你可以得到一些记忆、嗯、不然的话呢你这个记忆你到下一世的时候你将没有办法再得到，就完全都洗干净，对对哦，所以这个呢就证明所以现在很多学者啊也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哦，哦所以他们都不是宗教家，可是他们也明白清清楚楚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哦、所以从他们口中讲起来、哎、这个更有他的价值观的、哦、好好、啊、我们再来看三师、哎、第一个就是财师嘛，所以真正财师是在井卦，所以等一下还会再重复到、哦、
他说财如水来法如船啊，半哎住道半道两千全啊，各有能力尽表现啊，顺功不灭助天派，所以呢可以啊布施财啊布布财给啊来助这个天盘啊，功德无量。所以有一次啊济公博我灵堂的时候，我们单位啊就拿一个苹果，哎，因为那时候我们神岩山哦要建设，所以要花蛮多的钱啊，济公博我呢帮我们佛堂来怎么样化缘啊，他、啊、因为当场有500多个钱钱在聆听，所以济公博就拿一个苹果说这个苹果哎多少要买，哎，就有其中有一个哦举手了，哎，100万，就100万，一个苹果100万。哎，然后呢，哎，济公婆说好，100万就卖给你，就这样拿。哎，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人买的后来怎么样？你说一个苹果100万，哇，世界上怎么那么贵啊？那么贵的苹果呢？哎，其实它是无形的啊。婆婆呢，啊，他是要我们发一个那个慈悲的心。原来这个哈、哦、是一个坛主，在高雄，姓赖，在坛主，他是在做什么建筑业？哦啊、那时候建筑业刚好很低迷啊，那在高雄、哦、建了7间的房子，结果、哦、都卖不掉，哎，啊、卖不掉那怎么办？哦，所以那个什么钱都卡在那里啊，啊他就入那个班，哎，说什么要化验啊，所以他真正哦，第一个500多个人、哦、都没有人举手，他第一个人就举手了，哎，而且呢喊了最高价就买了，哎，啊，所以冥冥当中上天就助他。所以你知道吗？他啊，布施100万买那个苹果之后啊，哎，他的房子不知道怎么样，是巧合呢，还是啊那个上天巧合安排啊？哎，那个好房子啊，1间1间的卖掉，结果7间哈、哦、就怎样，很顺利通通卖掉，反而赚了更多。好、啊，所以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财如水来法如船啊！所以呢，这个布施财产呢是怎样助天派？好、啊，千万不要有一种心态。像我们台南的最近一个单位有一个佛堂要建设哈，哎，啊那个要建设大殿的时候啊，哦、要什么？不是要供奉弥勒古佛吗？济公活佛，那个我们师母是不是？啊，哎，要供奉这个，哎，那布施大家都很乐意哦，哎，5万、10万、100万、50万都这样布施哦，哎，啊结果那个大殿已经建好了，然后说哎旁边有一个厕所。哎，来，赶快，厕所大概20万就可以了，没有人要布施。要布施那个做仙火，大概很乐意啊。哎，要做那个什么布施那个厕所，没有人要。哎，所以这个就有分别心了，这个就不行啊、哦。所以我们真正的布施呢是没有分别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哈、哦。好，再来就法师了。哎，法师不一定要当讲师，知道吗？哎，法师，你看。像我们一个人跟一个人交往，还是说你的客户，还是说你的朋友，你直接的跟他讲经说法，哦，还是来成全他，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法师，哦，啊可以的话，更好的可以当讲师，一个人讲给很多人听，那更好，哦，啊所以呢啊，我们来行方便法门，这个都是法师。他说法师功德是无边呐、啊，随缘化度广成全呐、啊，都用口舌行方便。代天宣化济圣贤，哦，所以你看看法师为什么有这样的好处？因为天不言嘛，地不语呀、啊，所以我们人居中间的人才啊，所以我们怎样代天宣化布天之德，补天地之不足哦。所以你看看法师多好，所以各位浅浅呐，你还没当讲师哎哦，后学鼓励赶快练就讲师一番，而且我们读一经之后，后学跟你讲，你的道理是讲不完的。一年只要讲一个卦，你就可以讲64年了啦，对不对？是不是？他有64卦，所以呢，可以源源不断的一直讲了、哦、啊，所以多好啊、哦！所以这叫做法师啊。好，哎，哎、啊，怪卦之后就是什么破卦了？破卦以前我们谈过，它代表了大遇、啊，不好的叫做遭遇，好的呢叫做相遇啊，也有奇遇，也有缘也，所以它叫做缘。脆卦叫做混。所以缘困跟这个两个卦，知道吗？啊、哦，所以缘跟困是两回事哦，啊、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遭遇，包括我们说的很多传染病啊，还是说战争啊，还是说啊921大地震啊，911攻击事件啊，这个都是遭遇。
哎，啊，我们不要讲的那么严重，最近很多流行性感冒，被流行到了，那个也是一种遭遇啊。所以请大家啊，我们保暖工作要做好，真的，因为不然哈，哎，遭遇到这样的感冒，真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哈。啊，相遇嘞，哎，相遇到我们贵人了，所以我们今天何德何能啊，可以相遇我们的隐师、宝师，引导我们怎样来啊，来求。求这个至尊智慧的大道，哎，所以你看看，要求这宝贵的大道，一定要三思合一啊，少一思则不成啊，哎，所以你看看，隐师给我们引进，老师给我们担保，我们是把法来还给我们，所以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哦，哎，他在30几年前，人家本来是要渡过水的姐姐的，他因为他们好几个婚道都一起在做衣服嘛。哎，啊，结果两个人哈说好好哦，你讲的太好了，绝对去，哎，一定去求道。结果那一天不知道做什么电影哈，哎，一大群的人说他们要去看电影，结果旁边有一个，哎，有一个小姐，她在那里听啊，听得津津有味啊。结果呢，他们不去求道，结果他自己跑去佛堂了呢。跑去佛堂的时候啊，因为那个人跟他说在哪里嘛，啊，他跑去了，啊，那个啊那个啊坛主就说，啊，你是什么人呢，啊？啊，你要做什么啊？他说什么人说这里有道啊，我要来求道啊。然后糟糕了，啊，你谁介绍你的？不知道，哎，啊，所以没有隐私是没办法求道的呢。所以那时候那个宝师就说，不然这样的，充当一下，请一个浅浅哈，哎，然后充当他的隐私，所以就这样子，哎，所以三师合并之后才可以求半道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我们今世呢，何等的荣幸啊，跟我们师尊师母老大人啊。来相遇了啊，所以跟我们弥勒古佛啊来相遇了，所以我们才有机缘来求道，哎，学道、行道、两道，到最后的一个成道，不然不可能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因缘根基都非常好哈，哎，为什么叫做天命星现？看得出来吗？天命在哪里？乾卦为天嘛，哎，巽卦为现，哎，所以，哎。哎，天命金线就是这样子来，天哎代表什么？金，就叫做金线，所以天通过就是代表我们的金线的意思。哎，这个在四传里面呢，啊，都讲得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四传里面的东西呢，啊，会还有天命金线啊。好，所以有天命金之身，我们要怎么渡人？哎，所以他说未成果果啊，先觉果允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渡人。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得到欢喜光，哎，成就欢喜佛，哎，所以要常常渡人呢，哎，渡人也是一门学问哦，哦，所以渡人真的很厉害。像我们那个前人哈，哦，他很会渡人，哎，到底多厉害？据说他去那个什么印度那边呢，哎，他如果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渡到很多人了，因为印度人这里不是点一点吗？是不是？哎，然后他过过关就说你点错了。哎，哦，点错了，啊，不管是点在哪里，他说如果你要想知道点到哪里才对哈，你就跟我来，哎，哎，什么时候几点？他真的呢，他出去外面绕了4000哈，住了100多个人，哦，所以你看多厉害，哎，所以哦，哎，很多人呢也会渡人，哎，啊，祸水哦，也不会渡人，很奇怪，因为可能把他讲得太清楚了哈，哦，他就没兴趣了，啊，哦，所以祸水谁乖了以后都把他讲的什么模棱两可啊。似懂非懂啊，那他自然会来哈，哎，因为人都有好奇心，你把讲得太清楚的话哈，就没办法哎来成全他。这样或者看一本书啊，我们花一组的那个随戒的写的，他怎么度什么度学生，哎，据说他们都讲一句话而已啊，你相信有灵魂吗？嗯，他说相信。你知道灵魂住在哪里吗？不知道。想不想知道？跟我来，哎，就这样子，够厉害了吧？哦，所以后水说我们歪子的那个什么学界的前辈真的够厉害，讲重点就好，不要讲的很多，讲的太多了，他说啊，我都知道了，不用去了啊。所以渡人很多很多法门，所以有什么84000种的一什么哎一个心态，所以我们要有84000种的法门来渡他啊。所以这个都要靠个人的经验啊，还因人而异的啊。好，哎，清火了。哎，他说金火如是花熟跌啊，哎，从今六序嘞，哎哎，冤断绝啊，
啊，佛凡所先法明月呀、啊，心心广以幻必万邪。所以呢，或许建议大家还没有清口，赶快清口，因为你看我们跟弥勒祖师相遇哦，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事呢。清果之后啊，我们就进入弥勒祖师的眷属哦，哎，是门内弟子，不是门外弟子哎，还没清果都不是门内弟子。所以你看，三千弟子只有几个人可以成为门内弟子，七十二贤人而已，其他两千多位都没办法成为门内弟子呢。所以你看，清果之后就是变成我弥勒眷属的哦，所以多尊贵啊啊，所以叫做什么莲回化心。哦，所以那时候你清口之后，你的境界就更上一层楼了，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没清口，赶快清口。他为什么要清口？哎，讲一个最简单的，你看看，我们在说淌过的水嘛，对不对？哎，你一直积得很多功德水一直进去呀、啊，哎，功德水越来越多，可是你没有清口，好像这里哈、哦、会漏水啊，有漏滑。所以呢，你看功德水一直向来了，啊，有漏法又一直下去了。为什么叫有漏法？因为我们还在杀戒嘛，还在什么吃肉嘛，他、啊、吃了一口又还了一口啊，这一阶段，哎，你是啊，一斤一定要还16两的，是不是？像破水老师说，我要喝汤，如果利息算下去哈、哦，可能是7两是8两就会还啦、啊。哦、啊，如果利息剩下算下去哈、哦，我们6万多年来的冤欠没办法还。好、哦，啊，所以，哎。你做太多的功德，这里都落光了啦，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就要赶快把它怎么样锁起来，哎，这里把它补起来，不要让它漏。它补起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清口，就这样子而已啊。哎，那清口之后就是我不要跟你怎样，哎，又去断，哎，边断绝啊，我不要跟那些众生啊再结冤啊，结这个恶缘的。所以断掉之后，你看你一直做功德，是不是越来越满的，才会满嘛？三千功八百果才会越来越的圆融啊！哎，那、啊、这个动力补起来嘞，继续再动，哎，算了一块钱，花了花了什么9毛钱，看看当时干什么去，是不是？你要赚一块钱省一块钱啊，这个才够啊！啊、哦，所以这样子啊，所以他也讲到天火哈、哦，还有四火塔，哎，所以四火塔也是很好，哎，为什么？开四火塔孝为先呐、啊。接引佛子任良言呐、啊，早晚亦可表共见呐、啊。红胸化吉妙无边，哦，所以呢是佛堂啊，可以的话，我们家庭啊，哎，不管是大还是小，哎，都要赶快来设佛堂。为什么？或许在新加坡，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房间很小哎，新加坡的房子不是像我们省栋的，它都是公寓的，而且是国家盖好之后，你分配这一间，你分配这一间这样子。大部分都是3晚2天这样子而已、哦、啊，他们设佛堂很可爱，他们的佛堂可能是2坪地这样子而已，2坪地啊，6尺啊，六尺是一个方形一坪啊，那大概是2坪地这样子就盖佛堂，啊，所以他们的佛桌啊、佛像啊，那个都是迷你型的，啊，所以他们也在设佛堂，他们也在开班，哎，啊，所以只要我们有一颗真正的心啊，所以真正的这个我们都要早晚都要赶快来做的。所以叫做啊色坛哈，啊啊所以色坛你看看多潇洒自在哈、啊，还会动哈。设、啊、了佛堂之后嘞，赶快来舍身办道了。哦，你说我这个没办法了，要卖水洗，叫后水也是在水洗呀、啊。后水的想法是这样子哈，讲、啊、出来大家做参考。本来是我们是一个凡夫嘛，对不对？哎，十分钟就凡夫嘛，所以十管嘛，然后慢慢进入道中，认识道理之后，哦，不错。然后1分胜9分缓嘛，哎，进步了，慢慢进来，哎，2分胜8分缓的嘛，哎，开始清口，开始设法，5分胜5缓的嘛，哎，很好啊，慢慢进阶，随喜我们各位点燃师的一个什么舍身办道，哎，代表什么全线，代表十分的胜了，哎，所以这样子非常棒啊、哦，所以他说舍身办道，菩萨愿嘛。上天取得而心田呐、啊，为道引起呢，哎、欸，诸磨难，为道舍己的怎样光明灭？哦，所以可以为道呢来怎样舍身办道，你的光明就会略先般。哦，所以先我跟我们怎样打包票哈、哦。好，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哎、欸，舍身办道，所以由小而大，就像咚咚咚咚，哎、欸，
哦，所以呢，你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啊。好，啊，再来是什么？翠卦，翠卦就是艮元，元跟艮，有元没有艮等于空谈，真的呢？什么叫做缘？今天这个人有缘分来求到了，可是你啊有缘来求到了，可是呢有没有棍成就更大？所以圣人跟我们讲嘛，求道如牛毛啊，成道嘞如牛角，哇，非常稀少。所以你看看到底谁有棍？哎，你看看，哎，三千弟子啊，只有得到心法只有谁？颜渊而已呢。颜渊早啊归空了、啊，所以在传给曾子啊。所以三千弟子只有哎。颜渊跟啊曾子有这个混得到这个什么心法力，哎，佛陀当时啊莲花微笑，你看，哎，众弟子啊、哦、非常非常多呢，大家都有缘来听听啊，佛陀讲经说法，最后谁有混迦叶尊者，哎，所以你看只有一个，所以颜跟混很难取呢，你知道吗？啊、哦，所以他有聚局融合相聚。哎，含有宗教相聚，探求本性光明的真谛啊。所以你看，上面是草，有没有？这个是草，下面的竹啊。所以他说，我们呢不要啊瞧不起别人啊、哦。上面的草代表台语叫做啊，是依草去颠倒。哎，超爱别多人呢，你知道吗？哦，所以他跟我们讲说，虽然我们都是一个什么竹一个兵哦，可是呢，一兵一卒可以立大功，哎。为什么这个兵跟主哦，他可以是什么将帅啊？哦，会下棋的人就知道了。哦，他可以是将帅哦。所以修竹啊，买变英雄。哎，反夫买变姓名呢？哎，乌鸦买变红红呢？是不是都是在讲这个啊？所以只要我们肯不肯，肯不肯什么牺牲奉献这样子而已。哦，所以每个人都怎样得来具足的哈、哦？好，还有相聚啊的一个啊作用。所以他说，有心人相聚在一起啊，不名不为了名，不为了利，为了什么世界大同而努力，就好像在座的各位前前，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不为名不为利，为了什么世界大同来奔跑，来付出，来牺牲，来奉献，哇！所以你看看各位啊啊，真是非常的难得哈、哦。啊，所以过卦是有缘的，坠卦是有混的啊。所以你看看，孔子得心法叫做混的。啊、哦，所以或许来讲一个比较轻松的，我们那边有一个浅浅啊，哎，他是一个什么建筑师，啊、哦，啊，你知道他的婚姻哦很好玩哦，第一次跟他什么跟他相亲的人，哎，本来很融洽，啊，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后没办法成定局啊，哦，所以就没有结婚了，他就分开了，然后呢他继续相亲呢、啊。哎，这个也像，那个也像，那个像，只要人家跟他指引啊、引导啊，他就很怎么样，很认真去跟人家相亲，哦，他不是没有随侍哦，哎，他是借读书嘛，怎么没有随侍哈？所以呢，那随侍很高，他这样一跑哦，跑了三年，相亲了100多次，都没办法成功，那个叫做有缘，怎么样？哎，啊，他这到了100多次哦，你知道吗？他的太太是谁？第一次跟他相亲那个人。他又倒回来哦，他、啊、最后碰到哎，为什么是你啊？哎，他来弄哦，啊，可能是怎么样，上天巧安排，哎，啊，所以就这样结婚呢，哎，所以你看看，有缘要有份呐、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哈、哦。他们下面是坤卦，上面是兑卦，所以水跟地是相亲的，有没有？水泼下去水啊，土地把它怎样吸走了嘛，哦，所以他们相亲相爱的，哦，所以叫什么频率？那个频率啊，非常啊，非常有感应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啊？岁卦的混啊，所以有混之后呢，你自然心灵上就可以提升的，所以叫做升卦。所以升卦呢，也代表什么高升啊？也代表什么名声？名声就不好，高升很好啊，不断的求上进，低小以高大。所以呢，如果各位浅显呐，你在问说我最近哈、啊，我的工厂怎么样怎么样，我的职务怎么样？你只要动到身卦，不要动到地六爻哈，地六爻叫做名声，名声叫做乌低暗低生不好啊、哦，不要动到一二三四爻，哪个爻都很好，动到第一爻最好，温星哎，什么叫温星哎？你绝对可以升级呀、啊，啊、哦，比如说你是班长可以升组长的，组长可以升厂长的，厂长肯定升什么董事长的哦，哎呀，这叫做升级，知道吗？
啊，这个很准的，真的很准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哈。而医生，心灵上的医生，所以代表了高升的，所以一定会升官。如果问病理的话，动到这个爻就不好，动到这个卦，为什么叫做升天？哎，易经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说这卦很好，什么都好，不一定。你要看贵公是问什么哦。如果他得到重病的话，还动到升卦，你跟他讲说准备了啊、哦，哎，然后所以呢，哎，就这样。那、啊、他有名声，什么叫名声？黑天暗地的声，就代表说很多青少年喜欢去什么舞厅啊，哎，去摇头丸啊，这个叫做名声。名声代表暗嘛，哎，啊，所以叫做黑天暗地的声。所以这种的声叫做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的，所以呢就会很可惜啊。啊，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名声，是心灵上真正的提升。所以呢要学习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子才是真正我们心灵上的提升啊。所以这是啊重要的一环。所以升卦都是积小以到大的，没办法一步登天。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开悟、哦、都是这样，积小以到大，哎，由小悟而中悟而大悟，哎，所以你看第一天我们求道，那个就是已经开悟了，哎，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性了嘛，那个叫做小开悟，慢慢累积了，你悟啊，我们会哎会亲口了，这个进一阶的开悟了，我们会设我场了，更一阶的开悟了，哎，我们会当讲师的更开悟了，我们会到国外帮办的哦。是一个什么大智慧者的，如果你还会舍身办道，你是一个真正开悟之人。所以没有开悟之人是走不出来的，你放心好了、哦、啊。所以呢这个生就是这样子来。所以你看看我们都说我们要来怎么样平天下，平天下从哪里来？格物。什么叫做格物？就是格足我们心中的物，我们心中的执着偏见，哎，心中的什么各方面都要把它格掉。所以呢物格掉了之后呢才可以知止嘛，哦，知止而后呢意才会怎样显出我们诚心出来嘛，啊，意诚之后呢心就会正，心正之后呢我们身就怎样也修得很圆融了，心修之后国家就起啊，家里就起了，家起之后呢国就治了，国治之后呢天下太平。所以我们想要世界大同理啊，世界大同理想之国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心中的格物开始，哎，所以你看看《大学》的发表目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想要升，哎，升成啊心灵提升，就是有什么有小处着手，这样子呢，我们一啊一日复一日，这样自然可以达到什么心灵上真正的提升的啊。好，那、啊、升之后呢就困，啊，你说升很好，为什么后面这一个困呢、啊？哎。他那个四圣的小安排，他就是要安排好好的，好、哦，很多人就怎么样穷困啊，所以呢啊拼命想要升官啊，哎发财啊，所以就会怎么样碰到困穷的路，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哦，包括折磨啊、打击啊、困而昏啊，这个都是困卦啊、哦，所以困卦啊，哎是四大难卦，所以你看看为什么他叫做困，哎木啊陷在口中，有没有这个木？被这个口呢包住了，所以你看看一棵树把那个什么，你把什么篮子把它盖起来啊，哈，一普通木的东西把它盖起来，这棵木呢一定死掉，所以就是困，哎，所以你看当时哦，当时头脑物质就是动到这个卦，哎，所以他也知道说怎样时运不好，天不得死，日夜无光嘛，哎，地不得死，草木不生嘛，人不得死，怎样命运不能亨通。哎，所以不得死嘞，海量不平嘛，所以他还知道说时运不太好，不够，哎，所以呢，或许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讲，我们只要是修办道，你要到国外去开花，哎，你动到的是四大难卦，请问一下你要不要去？要不要？哎，不错哦，哎，做弟子就这样子，为什么？学习孔老夫子的怎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知道吗？所以不要说学易经之后，哦，今天的那个给男生叫我们去哪里，然后我补个卦，啊，糟糕了，四大难卦，哎，我看不要去，哎，那个后水会变成一大罪人呢，你知道吗？后水跟大家讲，可能我们在两节就会讲到心意了，哦，啊，后水会请示给男生看能不能讲，
因为在道中有些点人士是反对讲那个东西的啊，或者会请示点人士看看啊，允许的话或者就跟大家报告啊。他心里刚刚说，如果动卦，动卦的时候说，我该进则进，该止则止，动静不是起始，起到通明。好，他可是有一点，就是说只要是办道中的道务，动下来卦不管好不好，我们都要做，知道吗？只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感，说你这一次出去可能会碰到什么事情。就像我们要去开荒越南我们那个要开荒的前线他会懂得易经。然后他动到什么卦？临沂卦，临沂卦也就是大南卦，他动到第三爻啊，然后就打电话来问后水说那怎么办？他去开荒越南动到临沂卦呢，怎么办？后水就跟他讲，临沂卦是受伤，代表越南三年之内怎样？要怎样？要守得住，他可是还是要去做啊，这三年之内可能有一些受伤会考验，他真的现在考验了。所以要小心。可是三年之后因为那个临沂卦第三爻动下去就是风卦了所以风卦非常好，三年之后就会非常有怎样红的所以他听到这里就很高兴所以或许跟他讲，务必这三年要小心为宜，不然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知道了，知道吗？所以不是动到四大难卦就不要出去，不是这样的，只是你动到四大难卦，像孔子说我出去一定受困的嘛，所以你看荒地遇难，成菜绝了，对吧？所以你看都是受困的而且呢甚至生命都要怎样摧毁所以你看他来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就了一代圣人，叫做至圣先师这不简单所以我们在就办到就是要有孔子这种的一个心所以你看两阳变两阴包，一阳变两阴包在哪里？这个阳君子被两个小人包住了，这两个君子被两个小人包住了，所以这个困卦我们看卦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变困就是这样子被包了，所以你看内也困外也困所以真的是非常难非常困难他说为什么会困？为了升为了升官，升学问，升学，所以大家争得头昏脑胀，所以才会受困不仅受困还会怎么样？为了升学，你看看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所以你看看每一次换法都有很多什么病案发生甚至有人都自杀了所以电脑这边它还会跳所以你看看为了升学大家这样你争我夺了，夺到最后大家都受困了所以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困卦所以我们要困而不困，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困之后你看看后面又有一个好的卦，这个好的卦是什么？景卦。景卦呢代表什么？我们的智慧水，所以呢它代表一口井，所以叫改易不改井。所以你看那个井有没有以前的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所以这样好像我们的智慧一样你利用它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你越不用它它叫做死井所以呢井卦代表我们的智慧，所以叫活井枯井，枯井就不好了，第一个就是枯井，矿石是井还是陷井，陷井也不好真理的启示，所以它有这种这几个来表现出来。所以你看看它下面是巽卦，巽卦是代表是什么？木。所以以前人家提那个水什么用那个木桶做的一个什么木材做的水桶然后你看巽卦也是绳子，有没有？这里巽卦是不是绳子？用绳子呢绑那个木桶，然后呢伸一直，巽卦也是葫芦嘛，一直伸入一直伸入，伸入到那个井水里面取它的水所以你看看那坎卦这个坎卦，这里坎卦取它的水，然后把它提起来所以卦就是这样灌的所以它的卦的呢为葫芦，所以下井取水所以为了要取水我们来看一下，为了真理而来的，为了佛法而求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求道？为了超生了死来求的，求办道的所以就像六祖慧能祖师他躲了怎样三十几天呢？为了求法而已。所以五祖就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南蛮人呐。”你来做什么只求做佛，不求于物。
我这个境界太高了，你给我金钱再大，金银财宝我也不要，你给我什么名跟利我也不要，我只要怎样主求做我，什么我都不要。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心胸的话，保证你会成就的啊。啊，所以你看看，就像啊，为什么要取水，就是为了真正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啊。好，所以真正的布施，哎，景观也在跟我们讲布施。所以这里有一首诗会参考啊。他说什么？布施济人财啊，有如调情水啊，一边调情一边呐、啊，明中去了暗中呐、啊，三日五日不打水啊，井水何曾淹到水涧呐、啊？哎，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布施好像济人财哦，可是明中去了，暗中就来，你相信吗？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变成布施，哎，要做布施，因为变布施的话，明中去了暗中来。所以或者是一个典故啊，哎，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了啊？如果有讲过呢，不顾而知心。我们那边一个严姓严的严鬼的严严炳任，在二十几年前呢，就跟我们的一个前人哈、啊、到新加坡去开荒，哎，他去开荒之后呢，你知道他有六个儿子哦，然后都交给他的太太来照顾了。哎，他照顾完，他家在开什么？哎，开那个人家说杂货店，啊，也在卖那个啊面粉呐、啊，他是面粉的一个大贩，所以那时候或者做面包都是跟他拿那个面粉来做的。好啊，所以他那个面啊，有是那个面粉哦，哎，归处经营的面。结果他一出去就三个月，为什么三个月？因为那边可以住三个月而已啊，哎，他们就要赶你走了，你不能在这里住太久，所以他们一出去就三个月，三个月这三个月，那太太怎么办？要照顾六个小孩子，又要顾店，他又要搬那个米粉给人家，哎，三个月之后，你看那个米粉哈、哦，怎样？嗯，都没有卖出去，结果哈、哦，米粉怎样会是丑、哦？回来的时候哈、哦，整个房间那个米粉很多，结果都生丑了，哦，所以你看，民中去了。哎，这个损失很多，可是或者跟你讲，只要你真心的为上苍办事啊，上天绝对不会辜负您的，保证的。哎，那、啊、所以他也说也无奈啊，所以就赶快把它处理好，然后重新再开始了。所以呢，不久之后啊，我们那边有一个乡亲呢，就跟他说：“哇，严先生啊，某个地方有一块地呢，你有没有兴趣买啊？”哦，然后他就去看，哎，看那个地啊，不错的。那个严先生他是什么耕农的，所以他喜欢买那个农地啊，结果就买下来了。哎，不到一个礼拜哦，另外一个人说要买那块地，而且啊，那个价钱不知道多了几倍，不知道他没有跟后水讲啊，他只有跟后水讲说，哎，就买跟卖转手而已哦，赚了多少钱？赚了一栋哎四楼的楼房，啊，他就把上面盖成佛堂了，哎，所以你看看。一买一卖之间转手就赚了一栋房子，所以你看明中去了暗中来，所以呢，我们真心的办办的话，佛谁跟你讲，上天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你放心。哦，所以你看看明中他去啊去布道三个月，整个家庭乱乱成一团呐、啊。可是呢，你看冥冥当中上天就补他的一个什么啊不足了啊、哦，所以你看，哎，就是怎样明中去了暗中来。啊、哦，所以他说三日五日不打水啊，井水何曾淹到水涧来呀、啊？哎，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井都不取水的话，水会不会满出来啊？不会啊，反而你越不把它取水的话，水会变成什么枯水，会变成臭水。哎，所以呢，台语叫做啥吸井啊，所以不要当做一个什么守财奴啊。所以或者看到我们这里有在建设哈、哦，哎，这是布施最好的时候。哎，不过你看佛堂都建设好了，哎，钱也不缺了，再布施那个钱，好像说，哎，怎样，哎，就不是比较那样没有理想，哦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现在是正是时候，啊，所以呢，因为讲到情况，讲到布施，所以再跟大家讲这个哈、啊，就好像我们智慧水一样，你智慧水越不用的话哈、哦，哎，它会怎样生锈，哎，它会怎样，哎，它就变成一个什么枯井。所以你看看很多电视在播嘛，有没有播那个老人人啊，所以某某人啊他走失了啊，叫做什么老人痴呆症，
所以我们的智慧里面不用的话，会变成老人痴呆症哦，那他就很麻烦。为什么？这里要挂一个牌子，我要回家，让他麻烦。哎，所以或者都鼓励大家说，常来听经典，常来参加班处，不管听懂不懂，可是呢，我们智慧不断的在用，所以呢，你的智慧啊，你的头脑才不会生锈啊。哦，所以呢，这个叫做啊，也是一种的一个法门哈。啊，所以你看看三思是最容易做的。而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不拘多少，贵在心、哦、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这颗心而已啊、哦、5块钱10块钱都无所谓，哎，可以做得到1000块10000块都好、哦、都不嫌少，100万呢也不嫌多了、哦、所以呢、啊、这个这样子，哎，所以每个人、哎、最重要是这颗心而已啊，珍啊珍珍积而行啊，效力最快啊，所以唐布施呢得不断光，所以成就什么富贵佛，所以富贵佛就是强做布施的一个动作了，所以而且它是什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啊，所以到底如何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我们台湾不是有一句台语吗，这个什么丹林观天堂听过吗，姓陈的跟林的很多很多哦，所以后水呢很侥幸说也姓陈啊、哦、所以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姓林的为什么也是满天下，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因为有一个林伯、哦、他很乐善好什么啊，好善乐施的，常常福建老年人林家祖上有个老太太，一生好善乐施，他常常做粉团子施舍给穷人，thank you.
名的人多不胜数啊。哦，所以这个呢，就是临江成名满天下啊、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他临江的一个祖先呢啊、哦，非常喜欢怎么样布施啊、哦，所以布施可以积很多阴德给我们子子孙孙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先我在讲啊，弟子求道九玄七子尽沾光，弟子成道了九玄七子尽超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哦，所以你看积阴德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我们成就一个心火、哦、所以就可以超拔我们的一个九玄七足、啊啊、所以这个就是紧卦，所以从外卦到紧卦、哎、就是一定要有决心，没有决心的话犯、啊、不了道，没有决心的话不能改过向善、啊、所以要赶快、啊、所以到最后才会得到一个紧卦的一个妙智慧，所以他说用微笑还有诚恳还有我们的问候善言善语的，包括我们热心服务的，哎，来怎么样？领度一经也好啊，来度化众生也好，所以都要抱持这样的一个热心服务啊，才可以真正达到最后的度化众生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唱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贵单位的，好像很有名的一首歌哈。啊，我们唱一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都有一个家。Thank you.
了一个很浩大的啊晚会哈，然后所以呢非常恭喜大家，可以呢啊这么荣幸的在我们贵单位呢啊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很浩大的家庭哈。啊，所以呢啊他说叫我们要好好珍惜啊，所以最后济公婆告诫我们啊，他说提振士气啊，以乐观，哎，乐观呢来改变环境。提升自我，以责任呢来改变心境，提醒反观呢，以慎独用心啊入境，提智千里，以真理引导而入境，提起信心，以恒诚建立冲劲啊。他说呢，不管心境，不管环境，我们都要有冲劲，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如实有功啊。他说呢，啊，我们也借着易经的一个哲理啊，来怎样方办大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我们碰到了什么卦，我们都要安然处之，这样子才是最好的一个方便法门哈。然后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很多不足的望请我们指示社最荣欢，请各位简单师以及各位前面大德呢多多包涵，毕竟呢或许还在学习当中啊。最后恭祝大家身体健康，法喜充满，法缘流转，道路宏展，感谢慈悲，谢谢。